你怎么还和尚讲话？你看看你们的样子，万一半路遇到强人，怎么抵挡得住？都统初来乍到，恐怕还不知道，在我们华州的地面上，除了我们贺太守之外，没人配得上“强人”这两个字。你接着说。3年前啊，华州地面上最狠的草寇老麻子，抢了我们太守大人的三车军饷。 贺太守亲自出马，抓了老麻子和他手下50多号人呐，当街斩首，割下他们的人头挂在城门上。从那以后啊，贺太守的威望我也听说过，可没想到连这附近州府都不敢得罪的梁山，他也敢掺一脚，真是给朝廷长威风了。停！ 哎，你小子谁呀？党的路中间吃西瓜？吃西瓜不重要，抢劫才是正事儿。有事儿。 和你说的一样，旗落地的时候，就是他们所有人倒下的时候。赶紧收拾吧，我们少华山要做的事儿，才刚刚开始呢。哎。 这不是你吗？连我使尽的样子都不知道，就贴出来了，这也太草率了吧！哼，是你自己要蒙脸的。梁山贼寇鲁智深，花和尚，这鲁智深画的也太不像了，怎么画的呀？这真人。 可比这还多了，1000两银子。这和尚居然比我还贵，真是让人生气。哎，花和尚前些日子来，你要不是躲起来不见人家，说不定现在上了梁山，上面的赏金比他还高呢。其实啊，他也不是第一次邀请我上梁山。 哎，石进，你干什么？不是说好一起上梁山的吗？我先回少华山，和我的兄弟们再闯一闯。等时候到了，我定会上山找你。<笑>我知道花和尚不是第一次来，别人怎么上的梁山我可不管。但是对我史进来说，要是不干出点什么像样的事情来，我是不好意思上梁山。哼，切，就你脸皮薄，我们都是厚脸皮。 我可没说。哎，花和尚说他还会来，希望他下次来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把华州的这些恶人都铲除了。不过你说也挺奇怪的，道上的人都知道这贺太守好勇斗狠，可咱们都抢了他2回了，他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这不就是我们今天进华州的目的吗？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 好的胭脂，最好的用料，大姑娘小媳妇都喜欢。哎，等等，等等。你说，作为少华山的当家，咱俩一起去打探消息，会不会太兴师动众了？说的也是啊。哎，不如这样，我呢继续去打探消息，咱们兄弟啊好不容易下趟山。 你带他们去喝一杯，啊？这怎么好意思嘛？
你算是我兄长，这也是应该的。快去吧。那你小心点。走。客官慢用，来来来，满上满上，来，兄弟们，干一杯！来来来，干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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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出去办点事儿，你们在这儿等着啊！什么事儿？一起去呗。哎，三回了，你们觉得？当家的每次都单独出去那么长时间，你们猜他干嘛去了？赌钱？找女人？我觉得他是去城西刘寡妇家挑水去了。你们已经违反了少华山的山规，私自在背后嚼人舌根。回去后每人罚银一钱，自觉地交到朱当家那儿去。另外，罚你去给城西刘寡妇家挑水。美胭脂啊，啊，啊啊，哎，对，胭脂，你娘、你姐、你妹还是你老婆呀？啊，就是给谁买？给，是不是给情人买呀？算不上情人，只能算。玉姑娘，我叫杨春，啊，就是上回在街上不小心把你胭脂弄碎的那个。啊，我本来是想赔给你的，但是不知道是谁把货都给买光了，所以我只能买枝花来送给你。另外，我是好人，上回被官兵追，完全都是被朋友连累的。我怎么连累你了？你明明是你太冲，撞了人家官爷也不赔礼，还要殴打人家。你们来多久了？我们全听见了。我。那姑娘叫玉娇枝吧，长得挺。
挺好看的，喜欢他不丢人。哎，是你都把货给摆光了，先下手为强。赶紧拿去送给人家吧。你是怎么发现的？你呀，都溜了三回了，我要是还发现不了，我看这少华山的当家我也不用当了。看来我以后要加倍小心才行。就你这怂样，怎么小心都一个样。他家就在前边，你在这结巴半天有什么用？赶紧去。啊，就是去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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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去去去，你们不懂。啊，那个贺太守的事情你打听。你去不去？记住啊，三天后太守府，太守大人很迷信，一直想得到你这个老丈人的祝福，所以啊，您务必要到。喂，贺将军的话你都听到了吗？混蛋！这是太守大人未来的老丈人，您怎敢如此无礼？是是是。我是太守大人的亲侄子，等玉姑娘过了门，您就是我的长辈了。我刚才做的有些无礼，您可要见谅啊。太守大人驾到，停住不了，出去，出去。你不能走。姑娘别怕，所谓的太守大人正是在下而已。
看如何娶玉儿过门，这真是欺人太甚了，欺人太甚呐！老伯，你放心，就算拼了命，我也会把玉儿给抢回来的。你们不是来求画的吗？你可得在太守面前提到我们呐。这个人真嚣张，等你有了钱，可能比他还嚣张。走，审问。审问。你才给我闪开呢！你们想干什么？老子去参加太守大人的宴会，耽误了时辰，你们可担待不起。老子也是去参加太守大人宴会的。你们几个算什么东西？也配？你又算是什么东西啊？老子姓方，去打听打听。你说老子，老子管你姓什么？老子有帖子，你有吗？老子当然有了。你看，喂，你要干什么？难道你看不出来，我们就是要抢劫吗？啊，哎，行吧。走吧。叔父，人都找好了。都是各营的好手，就这见了，下去吧，下去吧。任务都明白了吗？明白。重复一遍，在大人举行婚礼之时，我们混在宾客里面，随时听候大人调遣。好，下去吧。是。叔父，
这魏明也太谨慎了。后生晚辈就是鲁莽。难道你忘了老麻子以前就是混在宾客里刺杀我的吗？恭喜！好了，落轿。你怎么了？我有点紧张。你现在是员外，要嚣张。嚣张是吧？方远，里边请。这么嚣张吗？方员外，您这边请。嗯。你们这些下人就只能到这儿了。方员外，您里面请。等会儿，我还有几句话要交代这几个粗人。您这边请。咱们不能在一起了，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我早料到了。等会儿婚礼仪式一开始，你就跟贺太守说你要送他一份特殊的大礼，然后你就把我们都叫出来，我们就一拥而上，到时候你就玉姑娘，我们就去挟持那个太守，让他送我们出城。跟着你办事儿，我心里就有底了。哎，记着蒙面，别露了相，以后不好在花州办事儿。好。行了，员外啊，您赶紧进去吧。啊啊！鲁智深，宾客已齐，有请太守大人。拜见太守大人。免礼免礼，可以开始了。仪式现在开始，有请新人。新娘子来了。在座的各位，很多人不是第一次来参加本官的纳妾之礼，本官也就不废话了，拜完天地，我还要洞房呢。太新奇了吧，这太厉害了。这个石进去哪儿了？你们有意见没有？没意见，没意见，没意见，没意见。我有意见。何红，今日是我大喜之日，不可动粗。太守大人，我是个粗人，就直说了。但说无妨。太守大人第七次纳妾，前六次我都没来，所以这次我特意准备了一份大礼，想要把前面六次通通补上，请大人务必收下。你可真会拍马屁。抬上来。
本太守不杀无名之辈，报上名来。梁山鲁智深，阮氏兄弟，我真是高看你们梁山了，没想到不过如此，亏我三次派出重兵抢你们的粮草。正因如此，我们特意前来取你的狗命。就你们几个人？就我们几个？哼，真让人生气，几个人就想杀我。来来来，本官的命在此，有本事我来拿。别动，别动，怎么会这样？不管了，石进，我先上了。鲁智深，我来救你。小贼，找死吧！看来这里不是你的福地呀、啊！我在这里，你想跑的话，那你就得快一点了。
找出来，找不出来，我要你们统统给真儿陪葬。是，真儿，真儿，走，走。我刚才一直跟着你，就是想救你。附近有梁山的行营。嗯，梁山早就有一对孵化。不到万不得已，梁山从不抛弃兄弟。可这已经是万不得已了。你若也被抓，谁把消息带出去？他们以为只有你一个人，是不是？那又怎样？脱衣服！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
打人枪。没事吧？这下惨了，我还真小瞧了这个贺太守。本以为仗着轻功，可以摆脱，但没想到，我真不敢信你。现在咱们两个都受了伤，要逃脱，恐怕更难了。车到山前必有路。只是这里不能久留了，贺太守阴险狡诈，我看说不定还会杀个回马枪过来。叔父，今天来的宾客都查过了吗？按照叔父的吩咐，除了王毅送回去之外，剩下的全部扣押，那些说不清来历的人已经全部抓了起来。好，重兵看守审讯，等抓住了那个叫史进的，一起杀了齐天真儿。叔父放心，华州城已经封锁，他们插翅也难飞，不能光守着等他们。给我找！可我们不知道那贼子的模样，真是愚蠢。他叫史进，你去通知周遭的官府，三日之后我要在华州斩首梁山贼寇。是。贴出告示，让百姓都知道。叔父，还有贼子在城中未被抓获，这样做糊涂。这样做正是为了把贼子都逼出来。是，我马上就去办。真来让开！让开！退后！退后！退后！别过来了！别挤了！别挤了！让开！让开！去去去！怎么了？三日之后斩了梁山贼寇才能出城。
听说三日后我们就要被处斩了。你怕死？怕死？怕个球，我还没上梁山呢，却被当成梁山好汉给砍了脑袋，就算死也不丢人。死不是那么容易的，我们有个兄弟逃了出来，他应该会把我们的消息带给吴用居士的。是我，老婆。外面所有药店的外伤药都不卖，而且外面还有官兵。我早说过，贺太守如此阴狠，不会给我们机会的。你杀的又是贺太守的侄儿，这梁子结大了。对不起，我帮不上什么忙啊。老伯别这么说，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们。我们拍着胸脯说要把玉姑娘救出来，哎，没想到把事情弄成这样，还要给你添麻烦。不麻烦不麻烦，我现在贵为太守的岳父，他们不敢来这里搜查。你们本来行的就是义举，成事在天，这是他的命。对了，我再出去看看啊。好啊，这是我在城门看见的告示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你说说看。你想去贺太守那儿自投罗网，然后华州的封锁应该会被解除，我就有机会出城了，去通知梁山的兄弟来救鲁智深他们。这难道不是唯一的办法吗？情况已经很紧急了，算上往来狼沟的时间，看来我们只好如此了。好，就这么办。明天一早我去冲城门，等我被抓，城门一开你就走。自投罗网。杀了他，把他带到真二的灵前，让他磕够一百个响头再杀他。叔父，城门可以开了吗？客商们已经等了好多天了。开城。是。都已经昏过去了，你们这样磕他有什么意义？
啊！啊！你，看见没有？这样才行。啊！骨头很硬嘛。你是谁？我不就是你惹的史剑吗？你的建议本来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可是，哎，你觉得拖的这腿，我怎么会答应？既然你这么说，我猜我应该也知道你想说什么了。哼，那你说说看。既然那个贺太守只知道逃走了一个史进，而且那个史进还蒙着脸，所以只要把脸蒙起来，任何人都可以是史进。你伤又这么重，要是等你回狼沟报信儿，恐怕那黄花菜都凉了。跟你比起来，我的伤就跟玩儿一样。所以你是想假扮史进去贺太守那儿自投罗网？反正我扮过你，还替你受过伤，所以啊，应该是小菜一碟。你闭嘴，这才是唯一的法子。你也看见了，只有三天时间。我们出来的时候和军师说好了，要是有变就死等我消息。你看现在，你也知道我杀的可是贺太守的侄子，谁是史进，谁就死定了。人谁无死啊？这儿没人怕死，可是我史进不能让人替我白死。我不是替你送死，是你有更多的机会救更多的人命，明白吗？想想鲁智深，想想你少华山的兄弟。况且我这么聪明，也不一定会死。我几乎快被你说服了，可是你别忘了，光是蒙面恐怕不够，我身上还有别的伤，而且那么多人还看见了我身上的纹身，这纹身可不好弄，一刀一刀的，生疼啊。所以啊，我们还是想别的法子吧。伤嘛，好说，砍两刀就行了。至于纹身嘛，哼，好了，好了。哎，怎么样？简直是一模一样啊！还剩最后一步，来吧！要是喊疼，我就是孙子。走走走，回去！今天不准出城门。你就直奔狼沟两山大营，那只令牌直接去找军师吴用。哎，怎么了？这万一……哎，放心，我死不了。万一我死了，你就在我背上刻九纹龙石签。这可一点都不好想。不，你不是。
你不是史进。千万别死！杀！什么官啊？好大的排场！废话，这是当朝苏太尉身系天子御赐的紫金铃吊挂，代天巡狩，排场能不大吗？太尉大人，离县城还有30里地，您先在这里喝口茶歇息一下。后天就要死了，大和尚，念个经，帮我超度一下，啊？我们这个大和尚，喝酒吃肉行，就是不会念经。那你当和尚的时候都在干嘛？有人来了，给我进去。石谦兄弟，叫我石谦。石进，
人出来？来者何人？敢来太尉车驾？梁山无用。梁山无用。见过太尉大人。有请太尉帐下虞侯觐见。皇上御赐荆棘在此，见此节如见圣上。荆棘在手，恕末将不能行礼，请起。虞侯客气了，不知虞侯到此有何吩咐？太守大人呢？啊，虞侯来得不巧，太守大人正好下了军营。不过虞侯放心，虞侯的命令我定会悉数转告太守大人的。也好。太尉大人听说太守大人捉了梁山贼寇，准备斩首。不错。太尉大人认为此举可嘉，所以想前来观行。得令。太尉大人已入华州境，明日请太守大人按礼亲自迎接。那是自然。送虞侯。叔父，是喜讯。各位兄弟，你们记住，明天趁贺太守行礼之时，你们一拥而上，务必要将他活捉，然后我们挟持他进入华州城，救出众位兄弟。是。是。那么素太尉呢？宋江哥哥已经将素太尉请到了梁山上面。宋江哥哥觉得素太尉还算是个好官，希望他能够将我们梁山的立场转达给皇上。那可得看好他的手下人，以免走漏。所以兄弟们，咱们这次行事一定要谨慎，我们是兵行险招，孤军深入，如果引起了怀疑，相信比鲁智深他们死得还要快。军师多虑了吧，你扮的是太尉，当朝大员，谁敢怀疑你啊？石秀兄弟，上次押运粮草被劫，就是你拼命三郎押运的，你应该了解你的对手他是多么的狡猾。那我们既然绑了那什么太尉，为什么不用他去和贺太守换我们的兄弟吗？自古以来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。贺太守是个非常狠毒的人，他是奸相太京的人，所以他根本就不用管素太尉的死活。所以为了我们其他的兄弟，这个险我们必须要冒。叔父，还没休息呢，明日还要迎接太尉大人呢。红儿，对着太尉要来一事，你怎么看？我觉得这是叔父的机会，太尉大人前来观行，回去之后定会在皇上面前。本来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可是这素太尉我与他未曾谋面，我在京城的交好也都跟他不甚来往。再则这素太尉此次巡狩为的是审查各府库的亏空，本来是不经过我华州的，这样一个纸上谈兵的太尉突然来过问我们兵家之事，总觉得有什么不对。你说他们会不会是梁山贼寇？不会吧，劫太尉大人他们也敢？贼子嘛，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的？也是，恰逢这个节骨眼，不行的话就……他有金翎吊挂代表圣上，我怎敢抗命？那叔父有什么打算？不过也不用担心，我已经派人送出了消息，明天就在渭南县接待这个素太尉，你派一支重兵
埋伏在渭南县，如果有什么变故随时发动。嗯，渭南离华州有一定的距离，有什么事情也好做出反应。而且我故意不露真容，便是为变故做好了准备。叔父，这样做会不会太危险？得罪一个素太尉总比丢了命好。你坐镇华州，把守刑场即可。是。他是不敢放他的，可是此人太过奸诈，我觉得还是小心为妙。此刻已是骑虎难下，只能随机应变了。太尉帐下虞侯花平，太尉大人在渭河南岸遭遇梁山贼寇袭击，我等趁敌不备拼死杀出，就来搬取救兵。虞侯令牌在此，汝等还不速速打开城门？开门！什么？有这样的事？千真万确，请将军速速发兵营救太尉大人。可是我叔父已经到渭南迎接太尉大人，定是梁山贼寇假扮，他们就是要趁乱混入华州，好趁机营救他们的人。这倒是印证了我叔父对太尉大人前来观刑的猜测。可是没有什么可是，太尉大人已经危在旦夕，他是代天巡守，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谁也担待不起。将军若再迟疑，莫要怪我不客气。
来了来了。都侦查好了吗？已经派人在太尉车架附近十里先行查看过了，除了太尉没有别的人马。很好，吩咐下去，没有我的号令不准出来。是。县令大人，刚才我跟你的吩咐你可明白？是，属下明白。罪嫌方可就撤他手，按照礼数应该如此。好，等会二话不说你我上前直接擒住此贼便可。嗯，你说此贼奸诈，我看不过如此。华州太守携渭南县令特在此恭迎太尉大人。华州太守，渭南县令，免礼起身。圣上御赐金翎吊挂在此。华州太守，渭南县令，太尉大人特许你二人上前观摩，沐浴圣恩。谨受命。准备。太守大人辛苦，上次在太守府没能亲自拜见，末将在此给您行礼了。不敢不敢不敢，虞侯大人持节在身，怎能跪拜啊？虞侯，唐突了，退下。是。
有酒岂能无菜？秦风已为太尉大人准备了接风的宴席。刚才为什么不动手？我此次前来，我之前跟他交过手，只为关心。至于宴席嘛，我没有把握，我看就免了。太尉大人不用担心，时辰尚早，简单的酒菜吃完就走，不耽搁。来，太尉大人，下官敬您。请。太尉大人，可否容后学再请教一个问题？好啊，但说无妨。我听说蔡相有七个儿子，个个都当了大官，尤其是他的二儿子，更有接替蔡相的意思。民间都传说，这赵家天下蔡家做。贺太守，你这一番话里面有三个错误。哦，第一，蔡大人有八个儿子。这第二，大儿子蔡攸才是宰相的候选人。这第三，你身为一个小小的太守，已经在这酒席上三番两次的过问朝堂之事，究竟居心何在？太尉大人，虞侯何在？在。把人给我拿下。是。太尉大人，太尉大人明鉴呢。我这。贺太守，本官代天巡狩，是代表皇上对百姓的体恤，可不是到这儿来被你等小小的太守盘问的。太尉大人在此，岂容你们鬼鬼祟祟？把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。太尉大人，如果你真的是太尉大人的话，你大可以随时杀了本太守。动手！呀！
他们根本不是素太尉，他们是梁山贼寇，给我上！好粗啊！还我侄儿命来！桌椅挡住窗户，是。快！小心！十七！
困兽之道，不如放弃吧。梁山贼寇，真是愚蠢的诡计。我一招将计就计，你们没想到吧？就你们还想假扮太尉混进华州救人？华州的人现在应该已经被斩首。部下这么大的诱饵，你怎么会上当呢？将士们听令，在，给我杀出去！杀回华州，你已经回不去。我倒要试试。好弟，好弟，你给我去死吧！啊，石阶，石阶，你可不能倒，你还要跟我一起去救玉姑娘了。你的女人，还是你自己去就好
别动刀！闪开，靠边！闪开！说你呢，靠边！躲开！闪开！闪开！什么人？将军，我和太守是熟人。我管你是谁，现在是东平正和梁山交战，谁也打不过军方。你敢乱来，先把你关起来。是是是是是，排队去，快走快走，走走走，排队去，排队去。站住！把东西给我捡起来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捡东西，都捡起来，捡起来啊！走，快走边坡吧。哎，好队。什么东西啊？他是谁啊？你下回注意，进去吧。东平的狠角色还真多。还好你没坚持带上青龙棍，没想到混进去还这么麻烦。磨磨蹭蹭，走。进城干什么的？探亲。走，走排队。站住！站住！机关。你们什么？上河村。啊？城中可有亲戚？有。住址？在阮香楼。他是你什么人？姓名？啊，是我姐姐，叫李瑞兰。进去吧，记得让他来衙门登记一下。这是我的下人。啊，等等，种了多少年地，种的几分几亩，用的什么工具，手能磨成这样。我怀疑你是梁山派来的奸细。来人，在抓起来。是。哎呦，他可不是什么奸细啊，他呀是我的傻弟弟。姐姐，是你？哦，李瑞兰是我的本名。他当真是你弟弟？其实他是我的情郎。将军要是不相信，随时可以来我们阮香楼巡查。兰心我呀，还求之不得呢。将军，赶紧进去吧。谢谢将军了。哎呦，他是谁呀？下人。哎，干嘛呀？老娘的屁股摸一下要十两，你摸得起吗？就是因为平常摸不着嘛，所以才摸一下。你别见外啊，我们是出来卖的，就是这样。我知道。对，找机会让我见见董平。他就是董平。董将军，董将军，董将军啊，这梁
梁山又开始攻城了。大人，天底下能攻破我东平城的人不超过十个，但他们没有一个在梁山。东平的城门是用生铁浇筑，重达千斤，除非他们有钥匙，否则的话，一般的工程器械根本就无从下手。哦，大人可以放心，天黑之前，他们一定退兵。快，不能大人！大人，哎，大人，怎么样了？梁山兵马已经退去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将军守城，果然天下无双啊！天还没黑，这梁山就退走了。看来果真如将军所言啊，根本不用向朝廷请求援兵。这周围的城池都吃了梁山的大亏，如若东平能守住，圣上定会嘉许我东平啊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已经是十天之内我们第四次攻城失败了。这董平什么来路，守城这般厉害？管他什么来路，军师再给我些人手，我拼命三郎再去会他。师兄兄弟，这董平城能撑到现在，是那董平城的城门帮了不少忙啊。不错，咱们攻了这么多城寨，从没见过这么厚的门，这么重的墙，咱们的攻城线一点用上都派不上。这城门呐，永远是死的，总有对付的办法。可这东平城的主将董平才是他们的主心骨，此人实在是太过厉害啊。我们与其在城墙上动脑筋，倒不如在这个董平身上想想有什么办法。如果能给我人手，我要混入城中，提董平的首级来见。史进，史进，你刚来梁山没几天，军师都束手无策的事情，你如何能办到？军师，我在东平城中恰好认识了一位能联络的上人，他可以做我们的接应，请军师准我入城，以免再损我梁山将士。来，石进兄弟，我能答应你的要求，不过我有个条件，我们梁山需要董平这样的人。蓝心，蓝心呢？哎，大爷，我让蓝心都滚开！换个人不行吗？不行不行，我谁也不要，就让蓝心。哎呀，蓝心他已经被人包了，再换个人不行吗？蓝心，烦人！蓝心，你出来！我去打发他走。哎呦，李爷，听说你把他包了是吗？嗯，老子这些钱够吗？不够的话这还有，我出双倍的价，看看这些钱够不够啊？不够我还可以再加。这下可以滚了吧？哎呀，爷！
怎么着？以为我这银子是假的吗？哎呦！如果我不想滚的话，林爷，你会怎么样？赶紧走，把桌子抬上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上回您来的时候就没伺候好您，这回您又花了那么多的钱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您眼光真的不错，我是整个软香楼里最好的女人。就是因为这样，你今天还真的不能伺候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办更重要的事儿。办什么事儿？哎，上回给你钱的时候是怎么和你说的？不该问的别问。这么个宝贝女人你是怎么找着的？一听说要攻打东平，我就找了这么个落脚点。她是整个软香楼最爱钱的女人，所以就找她了。哦，你早就准备好干这一票。我上梁山寸功未建，好不容易逮到这么个机会，我怎么会放过？我已经联络上我们的人了，明天一早就开始准备。你动作还挺快的。我是专业的。行，那我先去睡了啊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你是少爷，我是下人，我只能和贵公睡一块了。走了。昨晚没睡好。那个女人，她一直想拉我到她里屋睡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只能把门锁起来了。你真是不解风情。来了。我们的人呢？看，那个乞丐。行行好，还没吃呢。还有那三个喝茶的，记住他们的脸。我们在东平的人就这么几个了。早在攻打东平之前，军师就嘱咐我安排人进东平，本来只是探听消息的，现在得打硬仗了。行行好啊，各位大爷，行行好啊，多多多，别让他们轻举妄动。嗯，东平是个狠角色，我怕动静太大会打草惊蛇。这样，我一个人先去摸摸他的底。开饭啦，开饭啦。哎，你来。将军干得不错。除了吃饭，这些人还有什么难处吗？禀将军，眼下天色渐凉，他们中有许多老弱，晚上在外面过夜恐怕是……你跟我来。
将军，这恐怕……王员外，东平若是丢了，我相信那些梁山的贼寇一定对你的美眷和你的家财会很感兴趣的，所以现在不妨让他们挤一挤。员外，您可是东平最有声望的人，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。还有，你去联系一下你那些有大房子的朋友们，让他们给我准备出50间客房来。50间？我……没关系，没有也没关系。我让他晚上带人过来，如果没有地方住的话，只能在您这里住人。这是军令，没抗者死。是。王大勇，王大勇，你这个婆婆变得可结实了，你看看啊。来看看啊，公子，来面镜子吗？来，来看看，公子，都是新的。拿一面镜子吧。慢走啊。都已经3天了，明天一定要动手。我知道这件事很难，但这就是我们进来的目的，再难我们也必须做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必须计划周详。他这么谨慎，我们得一击必成，否则恐怕再没有机会了。他吃住都在军营，要动手就只能在他带人巡街之时。啊，给爷送茶水来了。呦，这事儿我来就行了。啊，那我再去给爷您准备热水。把大爷伺候好了，爷有的是油。可怜可怜吧，大爷！哎，大爷，走开，走开，快走开，行好了。喂，别走！哎，别走！不，赔我钱！别走！赔钱！怎么了，将军？有问题？贼人，休走！拿来。
让开！三弟兵，中军的，杀出去！朱将军，杀！梁山的，对，胆子还真大。大伟，在里面，快走，跟上，将军，快！混蛋，敢管梁山之事！将军，报！走！喂！让开！那边，将军，闪开！停！你们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就好。没事，好。你说你这个废物啊，往你平日里说和这个熟和那个熟，关键时刻一点都不顶用，还得靠我们女人。回去告诉董大将军，我们王家是大，可是一间多余的房子都没有。我们家是有钱，可是平日上的税也多呀，别太欺负人了。你们要想带人住进我们王家也不要紧，那就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哼，你们谁有这个胆子就过来试试。好，那我来试试。将军。哟，董将军啊。怎么回事？连个女人都搞不定吗？将军，您不是说让我们不能伤害百姓吗？我们还没怎么着，他反倒让人先动手。不是我不愿意，主要是我那人他。你们夫妻唱的双簧我不管，但我跟你说过，这是军令，违抗军令这是死罪。女人也一样。哟，堂堂东平大将军欺负起女人来了。闭嘴，你以为我不敢杀你？将军饶命，将军饶命，我愿意将房屋献出，将军饶命啊。晚了，他违抗军令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
来人，在，把他给我押起来。是，明天游街。将军饶命，将军你就饶了他吧，将军你就饶了他吧。王员外，城中属你挣钱最多，你可不能这么为富不仁，你就不怕有一天城破了，城中的百姓带着粮食的贼寇，第一个劫掠的就是你吗？将军饶命，将军饶命啊！进去吧，将军，走，走吧，饶命啊！你是什么人？梁山史进。家人奈何为贼？这个世道，谁是家人谁是贼，将军可说得清楚。我白天救那妇人和那小女孩的时候，你明明可以出手杀我的，可你为何不下手？将军是个光明磊落之人，用那样的方法杀死将军，不是我们梁山的做法。那你怎么解释你同伙的行为？那是因为之前我们不了解将军，现在我要用正大光明的方法让将军明白我们梁山的决心。梁山的决心？梁山有何决心？扫除天下奸恶。在那边，走。是。是，快，就在那边。哼，看来今天是无法拿下将军了。你以后也不会有这个机会了。呀！将军，我们还会再见的。追！你们来干什么？啊，我听说将军今天被梁山贼寇袭击，所以带人过来看看。在外面看到将军的侍卫昏倒过去，便知道将军又遇到危险了。这不是你们的任务，回去。撤！
大人，怎么样了？都查清楚了，那些流民没有不见，而是董将军命令城中的富户腾出房子收留了他们。董平，你不能把什么事情都推到我这儿来。我提醒过董将军，他说他只管军务，这些事情本就应该是太守来处理的。哎，你说这奸细会不会就隐藏在流民里？梁山的人既然敢来，恐怕就没那么简单。奸细的目的是刺杀董将军，那他为何不把奸细的情况向我汇报？相信董将军自有他的道理。董平居功自傲，什么事情都是先斩后奏，根本不把我这个太守放在眼里。没办法呀，大人，整个东平都得仰仗董将军呢。哦，你也这么认为？我，东平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，这样一直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。你去，把所有的流民都搜集起来，找一个闲置的军营安置好。这，大人，这是……你不用管。我自有主张，只是这件事情是董将军亲自督办的，他要问起来，我该怎么说？我这也是在安置流民百姓，难道我的方法就没有董将军的好？明白，明白。不管用什么方法，一定要把这封信送到朝廷。寻求增援。你说的轻巧，军师昨晚传来消息，东平太守已经向上面请求了增援，援兵一到，我们就得退兵。那也不能乱来呀。乱来？哼，笑话！梁山竖起替天行道大旗以来，未成一败。一个小小的东平如果都拿不下来，梁山以后还怎么震慑天下？董平这么棘手，万一你被抓了怎么办？被抓了我也不会连累你。好了，你去睡吧。明天一早，你去联络城里别的兄弟，现在风声很紧，得更加谨慎才行。这几天要看到什么可疑人员的话，一定及时汇报官府，记住了吗？是是是。怎么回事啊？听说啊，城里混进了梁山的奸细，要我们多留意，还想进来搜查。哼，我说啊，我们这儿进来的都是有钱的大爷，那梁山的奸细要来也不会来我们这儿啊。不过呀，要真是在我们阮香楼就好了。怎么？谁要是发现了梁山的奸细啊，那一旦落实，这就得黄金五十两。妈妈，你帮我端着，我出去一下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都等了半天了。哎呦，千真万确呀，早上他们都出去了，这是他们的据点，在这儿等肯定能等到。哎，来了来了来了。准备。两位爷还需要点什么呀？不用了不用了。妈妈。来了。哎呦，史公子啊。兰心呢？
他去买胭脂去了，等会儿就回来。哦，那先给我上壶酒。哎，快拿壶酒来。哎，大人您看，那个也来了。听着，等他一进去我们就一起动手。是是。哎呀，走了，动手。快走。追！带走。还是不说吧。你笑，你尽管笑。我一共有17种折磨人的法子，你刚刚只试了其中2种。把他给我吊起来。是是。愚蠢、啊、将军，对付这种人怎么能用刑罚呢？还是将军比较了解我。那什么有用啊？拿酒。这可是我们最后一次喝酒了。那可不一定，你不说就是死，没人保得住你。将军让我说什么呢？说吧，你的同伙在哪儿？我如果说我不知道，你会信吗？我很佩服将军的为人，所以不瞒将军，我什么都不会说，我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。我很好奇，梁山的人都和你一样吗？将军，怎么样？果然是条汉子。用不用再用刑啊？当初他没有偷袭我，我要把这个人情还给他。你的那套留着吧，把他关着就好，等候太守大人的发落。是。救命啊！快看看那个人！别过来！你是什么人？怎么混进来的？梁山，他一进来，我也就跟着混进来了。梁山，那你为何要杀他？哼，梁山杀人自有梁山的道理，老子不像他，落到了敌人手里还有脸苟活？拦住他！这里交给你，我带他去找大夫。
怎么样？刀子如果再往上刺两寸，他的命就保不住了。哦，这么说他活了？是。下去吧。是。这肯定是梁山杀人灭口无疑啊。看来的确如此，但他说了，他根本不知道梁山剩下的奸细藏身何处。他说了你就信？他应该不会骗我。那梁山的人为什么要杀他？除非他知道梁山人马本部的情报。你说的对。从今天开始，这个叫史进的就待在太守府，我亲自派人看押，任何人都不能透露他活着的消息。你就等他醒来。等他醒来，末将会亲自审问他。嗯，好好好。董将军，这史进身上的情报可是我们对付梁山最后一击的机会啊。滚，都给我滚。将军，他还是不肯吃饭吗？是。下去吧。这可不像你啊。那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？我已经抱了必死的决心，可是我没有想到他们居然不相信我。被自己曾经最信任的兄弟给捅了一刀，还差点死在这儿，你说我应该什么样子啊？我去叫大夫。不用了，这伤不算什么。有酒吗？来人，在拿酒。是。你是不是在等我开口？你可以什么都不说，我保证没人敢逼你。我要说，我要说。梁山的粮车会从这里路过，再经过这条山路。他说的就是这些了。好，太好了。自古用兵粮草为重中之重，梁山此来本就是长途奔袭，如果能断其粮草，我东平之困便可以迎刃而解了。是啊，难怪梁山的人要杀这个史进，原来他知道这么机密的事儿。卢昌吉听令。末将在。我命你带一队兵马乔装出城，去这个地方侦查。切记，侦查千万不可以轻举妄动，一旦有确切的消息立刻汇报。是。大人，卢将军一旦带回可靠的消息，我立刻派人出城。好，就依将军。你们去那边看看。是。
来人！你都看仔细了，千真万确。我抓了个梁山探路的舌头，明天一早就有梁山大批粮草运到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我还问了当地的猎户，说梁山马队已经不是第一次从那里经过了。董将军，太守大人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。好好。大家听着，这次行动要越隐蔽越好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可以给我暴露行踪，违者军法处置，明白吗？明白。站住！大人，大人，有消息了吗？大人，怎么回事？我们中了埋伏。董将军呢？我等乃东平董平帐下锐步营，尔等贼寇还不束手就擒。那个拿双枪的，你就是董平吧？我拼命三郎早想会你了，我就站这儿，有种过来绑我。小心点，中埋伏了，带他们先撤。撤！撤！来不及了吧？活捉董平！活捉董平！活捉董平！听命令，分两路突围，十里外的一亭会合，我杀出去！杀出去！后来呢？后来我们拼死杀出重围，却没在一亭等到董将军。走了。大人，哎，糊涂！这根本就是梁山用的苦肉计，给我们送的都是假情报啊！那我要见那个叫史进的。是。谁啊？干什么？说，你是不是给我们用了苦肉计？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哪有苦肉？董平中了埋伏，你还在跟我演戏？
我演戏。我被梁山的人刺成这样，现在几乎是个死人。太守大人能演，演一个给我试试。再说了，那梁山如果攻破东平，我会死得更惨。我为什么要胡说？而且，敢问太守大人，那董将军所去之地，是不是梁山的运粮密道？我的情报肯定是千真万确，可是这战场形势瞬息万变，梁山军师吴用更是诡计多端。我只是说出了我知道的，你们怎么做那是你们的事。你少跟我巧舌如簧。要杀便杀，我本来也不怕死，之所以出卖梁山，是为了出这口恶气。看来这口恶气也出不了了。大人，不好了！不好了，梁山又来攻城了。什么？慌什么？你们以为董平不在，我就没有对付梁山的办法了吧？我就让你看看我是怎么对付梁山的。快点，快点，快走，屋子什么呢？快点，快点，跟上，都给我快点。快点，快点，快，快点，过去，老实点，过来。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，放开我。你们几个都过来，快点！给点路吧！快走！快走！谁也不许动！如果东平失守，梁山贼寇会把你们全杀光。与其那样，还不如现在就为坚守东平出一份力。梁山人听着，我东平百姓是与我东平共存亡，他们自愿来当我东平将士的肉盾。如果你们有胆，就攻上来吧。如若梁山攻城，你第一个先死。梁山退兵了，梁山退兵了。
今天，开门！来者何人？董平。真的是董将军，出去禀告太守大人。董将军，太守大人，你不是？董平没那么容易死。哎呦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董平，你跑不了了。集结队伍，准备出发！快点，快点！董平跑了，抓住董平，追！是，这还真是险呐！梁山如此费心，这岂不是竹篮子打水了？所以，这梁山不过如此。啊，好，将军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！将军回来，董平就平安了。听说你临死前要见我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大人，我的确已经不是梁山的人了。哼，你是不是梁山人已经不重要了。董将军已经回来了，你就等着跟阎王爷去说吧。那我就先走一步，在地狱等着大人。哼，就凭你！就凭董平和梁山，里应外合大破董平。你说什么？大人，梁山的军营是那么容易逃脱的吗？梁山迟迟攻不下董平，就是因为有董平。好不容易抓到了他，按道理不杀他就已经不错了，怎么能让他轻易逃脱？我总算是明白了，我们现在都被梁山当枪使，先是利用我被抓，然后再找人杀我，故意让我说出粮草的情报，有董平出城。他们以为若董平不在，便可攻破城门。可是没想到，大人你会把难民当作肉盾放在城头。如果梁山强行攻城，只会让他们名声扫地。可这一次，若是攻不下东平，他们一样会声威受损。所以，他们只能兵行险招。你继续说。
我了解梁山的套路，他们曾经这么干过，就是让已经投靠梁山的董平回到东平，里应外合。闭嘴！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董将军回到城里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要把大人放在城头的人质给撤下来。我怎么教你们的？当兵打仗，保家卫国，爱护百姓。那你们又是怎么做的？将军，我们也没有办法，这是太守的命令。我再说一次，你们是我董平的兵，我的命令才是命令。来人，在。举法处置。是。将军饶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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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人，在。传我的命令，撤下城头所有的百姓。是。等到把百姓撤下，只要再找个机会，打开东平的城门。你以为凭着你的花言巧语，就能挑拨我和董将军的关系？嗯，我只是说出了大人心里的东西。我反正早晚都要死，只是提醒大人不要中了梁山的圈套。大人，你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反正我已经是没有活路。梁山把我当成棋子，吃我的肉还不吐骨头。我使劲可以死，但是我的话，大人一定要想一想，千万不要让梁山有机可乘。大人，你已经撤下城头所有的百姓。走。那他呢？他不过是砧板上的肉，什么时候杀都行。大人，千万不要中了梁山的诡计。站住，都回去。董长琴，谁给你的胆子违抗我的命令？我给他的胆子。大人，把这些百姓押上城头抵抗梁山，谁的主意？百姓们看到梁山攻城，他们是自愿上的城头。自愿？你们谁不愿意守城头，可以站出来。大人，董平现在已经回来了，守城这件事情用不着这些百姓了。将军守城自然是万无一失，可是让这些百姓上城头，既能威慑梁山，又表明百姓与东平共存亡的决心，这岂不是更保险？那您就不怕梁山殊死一搏，百姓死伤吗？我更担心的是东平失守。大人，您是不相信我能守住城池？如果不信将军，我能把军权交给你？我现在已经回来了，那大人为什么执意不肯撤下这城头的百姓？梁山迟迟攻不下东平，就是因为有董平，好不容易抓住了他，按道理不杀他就已经不错了，怎么会让他轻易逃脱？清风，你怎么看？
只有你对我最忠诚。可惜啊，你却是个哑巴。大人，董将军到。董将军，大人，我们开门见山，说，史进他为什么还活着？他还不到死的时候。什么时候？这个我自有安排。大人，您怀疑我？将军什么？别以为没人看得出你在演戏。现如今东平的防务已经与我无关，可你还苦苦相逼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为了活命啊。东平要是破了，梁山他会放过我吗？够了。不过有城墙上那些百姓在，梁山是不会攻城的。王将军一世英才啊，口口声声说要保护东平的百姓，这一次不料却被东平的百姓给保护了，真有意思。别以为我不敢杀你。你也别以为我是真的怕死。我会揭穿你的伎俩的，雁过留痕，你一定会有破绽。我等你。大人，大人，出事了。啊，大人，他中的是乌头之毒，幸亏及时发现，命算是保住了。怎么回事？董将军前来看过，董将军离开后没多久他就这样了。来人，大人，把董平给我叫过来。是。叶将军，该说的我都说了呀。一开始我的确是收了他们的钱，接应他们进城，可后来我将功补过了，是不是？我一发现他们是梁山的奸细，就第一时间通知了将军啊。啊，够了吗？我也是一个穷带兵的，就这么多钱。如果这么多钱还不能让你讲实话的话，我也不介意用别的办法。不是将军，我……董将军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我做什么你管得着吗？太守大人请你去问话。为什么？将军对那个史进都做了些什么？将军难道不知道吗？史进，他怎么了？将军去找史进喝酒，你走后他就身中剧毒。将军，你可别说你不知道啊！快点，我去见他。行。
将军。使劲。来人！石七，你把刚才对我说的话再说一遍。今天早些，董将军来牢房找我，他说太守大人已经怀疑他投靠了梁山，因为大人不相信梁山会疏忽而让董将军逃走，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董将军已经投靠了梁山，所以将军想逼我承认，从一开始就是苦肉计，就是想让将军引起太守大人的怀疑。哪有什么苦肉计？这么多人看见，我现在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将军投靠梁山，我本来也只是怀疑。可是，从将军进牢房威胁要杀我开始，我几乎就已经确信，将军已经叛变。将军回来，因为受到怀疑，所以不能再主持东平的防务。为了完成任务，只能重新夺取太守大人您的信任，所以将军威逼利诱我，众目睽睽，将军自然不敢动手。可是我没想到，将军居然会下毒。董将军，史进所言是否属实啊？好，编得真好。董将军，你是不是该说清楚啊？给我让开！给我追！追！保护董将军！大人，大人，这怎么回事？让董平跑了，我们追了半天，只杀了一个接应他的人。大人，这人我认识，他是梁山之前就潜伏在东平的人。带走。果然不出大人所料，董平真的投靠了梁山，否则梁山的人怎么会救他？
太守大人，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、啊！万一董平他们与梁山里应外合，就能打开城门呢？卢长卿听令，在。你率领太守府的精锐之师前去城门死守，以防有变。是。请方案，送他下去休息。还是听龙棍顺手，知足吧。我找了很久才找到这么重的棍子，凑合吧。就按我之前说的办，我去挡住卢长吉，你呢去看住董平他们。哎，你一个人行吗？不行也得行啊。好。快什么人？赶紧让开道路！死鸡，原来真的是你的苦肉计。死去活来，还装了半天怂包，真是难受。别让他跑了！一个人就想挡住我们这么多人？老子又不是头一回干这样的事。哎，话就说到这儿。我来了，我杜将军，哎呦，杜将军你怎么了？不碍事。哎呦，杜将军，来，赶紧喝口水。先说啊，哎，这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伙计也不在吗？哎，董将军你不知道吗？程太守派人四处抓流民，我那几个伙计都被他们强行抓去守城门了。好在梁山没有再攻城，不然他们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，我这可，哎，堂堂一个太守，居然比梁山的贼人还卑鄙。我这就去，董将军。哼，董将军，你歇着吧，让我们梁山来解救东平的老百姓。怎么了？啊，史进不见了。糟了，走，去城门。
呀！兄弟们，我来了。有我在，你们谁也不会得逞。给我赶上去！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快点，快点！看你如何得逞！太守大人，史进，都是你捣的鬼！没错，是我。我真是瞎了眼了。不是你瞎了眼，是我为了这出戏下足了血本。被抓了我也不会连累你的。明天你去联络城里别的梁山兄弟，风声很紧。给爷送茶水来了。哎呦，这种事儿我来就行了。我故意让李瑞兰告发我。你觉得他一定会告发我们吗？他那么爱钱，一定会的。我要见卢将军。见卢将军干什么？我知道梁山今夕的下落。带走。再与梁山兄弟上演了一场苦肉计，只想赚得董平，再攻破东平。谁知道，你程太守竟然将流民百姓押上了城门，使得我梁山将士无计可施。为了不伤及无辜，我传信将董将军放了回来。这，董平已经放回来了。这两个刚好，剩下需要你做的就是去太守府外救一回董将军就行了。我会揭穿你的伎俩的，雁过留痕，你一定会有破绽的。董将军啊，董将军，就算是我有破绽，你也来不及找出来了。你身为太守，却心胸狭窄，冲我的一剑之气，既伤了董平，我也顺利的出了牢房。多说无益，就凭你现在还想开城门？来啊！丫头，丫头。
宗师哥，我跟你讲。董将军，这里是梁山。董平呢？将军放心，除了程太守的人，董平的百姓都没事儿。毕竟，坏事都是他们做的。梁山只杀坏人。董将军终于笑了。董将军快看，宋大哥和军师吴用带着兄弟们来看你了。